脉动，邀您收看前情回顾。这焚香拜月罐上面画的一定是张生隔香倾听的场景，所以咱们只需要把诸葛亮袖子上这个八卦纹饰给它抹掉，说这是张生的袖子，他们肯定看不出来。富含多种维生素，添加纤维，脉动邀您共赏古董局中局二。请坐吧。这是我新带来的黄山银钩。汪先生，不用担心，我这回来是代表老板，正好也有件事儿想跟你聊聊。我听小白说，你手头上有西厢焚香拜月罐的秘密，想卖个好价钱。没错啊，价格都好说，我们老板也不在乎这仨瓜俩枣的，只是汪先生，你有顾虑，我们也有啊。这秘密你到底是真知道还是假知道，我们没法判断。回头大家费了半天劲儿，协议都签好了，你两手一摊说逗你玩，耽误大家功夫不说，我怎么向老板交代？怎么，药先生是不相信我？要不要我给你证明一下？那倒不着急，小白这回去绍兴是冲着尹银匠去的，你算是一个意外收获，所以今天其他事儿都可以先不谈，先把正事儿办了。焚香拜月罐秘密的事儿，咱们可以回头慢慢聊。小白，我说你。龙王，殷老师，我呢也不知道您有什么工具。不用拘谨，随便看。所以呢，就自作主张，从铺子里给您运来了。这件东西无论是釉面手感还是青花色泽都舒服极了，塑料吸光也是清晰的很，是件大开门的珍品。殷老师，这次请您来呢，主要是想让您亮亮绝活，把这条白口重新开封，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。缺乙炔喷灯，还有原料。小白，赶紧给备上啊！我用得着你废话吗？啊？
您放心，这个仓库里物料充足，应有尽有。龙王，带着尹老师随便挑。你这穷乡僻壤的还挺惬意啊，哈，就是来一趟太不方便了。我的事儿，用不着你插一杠子吧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来，你以为老爷子会亲自来啊？那也用不着你。老爷子如果真的那么信任你，就不用我千里迢迢来一趟了。倒是你别坏了我的好事。来之前老爷子特意交代，这是他的事儿，我倒是担心你别坏了老爷子的好事。嗯，你尹老师，东西都备齐了，您请吧。
烧这个瓷器的人不得了，这么精致的釉囊液。要阻止，最好是新昌原书署址。什么新昌啊？新昌是绍兴附近的一个县，以阻止而出名。新昌址没有，长汀的峪口址行吗？试试看吧。王。
眼下正用得着，您给看看。鸡笼开阳，用甲卯针六经。鸡笼什么呀？不是甲卯针六经是什么呀？你这说的什么呀？啊？我说写的什么呀？哦，你这个东西残缺不全啊，就这一行字儿，这不好解。王先生，您那儿不是还有一个字片吗？咱一句话看不懂，两句话凑一块儿，总该明白个大概意思。您也好让我对老板有个交代，不是？你说的对，这两句话凑在一起，也许就能弄明白了。行，飞桥登仙对金力的消耗非常大。按说呢，每巡只能做一次，这两天我连着做了两次了。已经到了极限了。哎，尹老师，您看这眼下就差这一片了，不行，您麻烦给受累加个班。要取出右囊衣里的龙爪纹，下手要极稳。差之毫厘，刮错一层，整个就全完了。那这样。您休息一天，一天之后咱们再开。得嘞，那就按我说的这么定了啊。三天，您这手势不是 OK 吗？行，三天就三天。那三天之后，咱们还在这儿继续开。看什么看呢？快走吧！点水，辛苦了。我可按你说的做了，三天时间够吗？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啊，你就踏踏实实的。天底下可没有后悔药。看来这就是西柳营的造假工厂啊。那边一个砖窑，那边还有几个堆料厂，这规模也不小啊。这天高皇帝远的，咱没别的招，也就只能等着了。啊？哎呦！老王，老王。
真没让我失望啊！今天辛苦你们二位了，山里条件差，住的不好，得吃好点。你这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什么呀？一片好心呀，都热着呢，吃吧吃。还挺舍得花钱啊。我想过无数种咱们再次见面的场景，真没想到会是今天这样。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在里边，然而我却在外边。没事，将来我也会去监狱里边给你送饭的。我就喜欢你这点，有理想，有抱负。英特那雄乃尔就一定会实现。啊，不过说正经的啊，你别看那个小白脸，说话不靠谱，对不听话的可心狠着呢。看见屋里的瓷器了吗？那可都是骨灰瓷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说，要不然你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哟，小白，你们这次搞得不错，我是不是替老爷子犒劳犒劳人家？少他妈叫我小白！还有，人是我请来的，你别动什么歪心眼。知道了，这是你们细柳营的地盘嘛，我单枪匹马的能耍什么心眼？再说了，都是替老爷子办事的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嘛，对吧？你少他妈跟我来这套啊！你们要的就没安过什么好心眼。王先生，这东西虽然是老板派来的特使，但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啊，这都是你们的家务事儿啊，那你们俩先聊着，我先上去吃鸡了。别那么紧张嘛。我最多就是给你们提提意见，你呢？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啊。走了，小白。我，要不然，我他妈早晚也给你烧成瓷器吧。老尹，吃鸡，你看看。白酒，哎呀，可有日子没喝过了。你别看那个小白脸，说话不靠谱，对不听话可心狠着呢。看见屋里的瓷器了吗？那可都是骨灰瓷。你说的救兵真的能来吗？啊，三天之内肯定会到。那万一来不了呢？来不了。来不了的话，那恐怕咱们就得变成这瓷器喽。什么意思啊？没意思，没什么意思啊。吃鸡啊，来吃鸡，吃鸡啊。哎，来。哎，谢谢谢谢。
你也喝点，来。尹老师，这三天您休息好了吧？那咱就开始吧。汪先生，啊，您那个焚香拜的瓷片儿，哦，哎，着什么急呀？你难道就不想知道这焚香拜月罐它是怎么来到我们汪家的吗？汪先生，您先把那瓷片给尹老师，之后随您说多久都可以。我要说的这事儿啊，就跟这瓷片，跟这瓷器里边的奥秘是息息相关的。小白，既然汪先生都说了息息相关，我倒是挺感兴趣，他们家这罐儿到底有什么奥秘？全当开场，您给我们讲讲。哎，这事儿啊，还得从我爷爷说起。那是1937年的夏天啊，卢沟桥事变。哎，卢沟桥事变你听说过吗？卢沟桥事变呀，也叫七七事变。当时啊，日军正在位于北平西南的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。他们借口一名士兵失踪，就要进入宛平城搜查，遭到了我们中国驻守北平的29军的严词拒绝。结果日军就向29军开火了，而且还炮轰宛平城。我们29军奋起反抗，这就是著名的七七事变。对，汪先生，跟咱这瓷片有什么关系呢？你看你老着急。我这马上就要说到了，哦，继续。那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呀，天上下着蒙蒙的细雨。我爷爷喝完2两白酒，正准备上床睡觉，突然，他就听见窗外滋的一声刹车声。你猜怎么着？原来是这日本人呐，神不知鬼不觉就来到了我爷爷的家门口。我这正他妈听得起兴。我找招商办的康主任，你别问我是谁，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那个汪辉是在哪。你们已经被警察包围了，他现在在西柳营的老窝，这几天就会开启青花人物武馆。今天我是来抓人的，抓完我就走。少他妈叫我这名！还有，我们系里哪有你要抓的人？就他，姓汪的这兔崽子，是我们鬼谷子的仇人。今天我必须带他走，谁也不好使。
今儿你还真带不走。给我脸色看呐，变个色我看看。欧阳木木，我都没太听明白，汪先生是小白请来的客人，跟你们结什么梁子了？魏辉那事儿你知道吧？啊，这兔崽子害得我损失惨重，我今天要不弄死他，我在业内怎么混？欧阳木木，你都他妈给我逗乐了，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，不是你家热炕头，你他妈在外头混不下去，跑我这儿逞什么呢？还有这个人，我今天说你带不走你就带不走。一切都得听柳哥安排，你说必须就必须啊。听见没？不是，你怎么老护着他呀？魏辉那事儿是不是你指使他干的？哎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啊，魏辉的事儿就是我一个人干的，跟柳哥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不是你。行了。听我说一句，甭管二位有什么误会，凡事要以大局为重，先把正事儿办了啊。行，那你说说我听听，什么大局比我这事儿谁也别想好，我他妈真的给你弄了，是不是？还他妈跟我玩冷兵器呢？哎，这，哟，怎么进场了呀？
多精彩啊！你，细柳营的，鬼谷子的，都是老爷子手底下的得力干将啊，谁都不服谁。那你就对射，打死一个少一个。开枪啊！瞧你们那点出息，不就为了功劳吗？到最后，老爷子那儿怎么说，还不是我一句话的事儿？功劳都是你们二位的，跑得了吗？以后不敢动手，少他妈往出掏。下次这话快点说，你刚才差点死一个。这样，我今天给要老二个面子，我那儿还有个官，先开我的，啊，大家资源共享，怎么样？这位都这样了，你怎么着？行，反正我又多得一个，拿罐吧。哎，这老头，罗云，罗云，你不知道啊，这废胶灯芯啊，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。哎，这柳哥知道是吧？啊，
这少说也得歇一旬才能开罐，这刚歇了三天，恐怕老爷子这身体是受不了啊。老尹，哎，有个毛巾没有啊？哎呦，这下行了，这下次再开罐啊，还不知道得什么时候呢，这十天八天也说不准呢。哎，谢谢。多少天？十天八天？那我可等不了。你这样，你这老头罐子跟我走。路那么远，脸色不要这么难看，山水并不危险，这人心才是狂澜。遇见不早不晚，似乎他总是有点酸，话别说慢，能不能留一点悬念。转来回转，天色好像越来越暗，真假总难辨，乱心中那双明眼，哪怕有去无返，偏方自会有答案。哦，别说了断，圆满。